沈嬷，严家马上就要上升了，兔妹妹，我们赶快逃命啊！妈呀，怎么又是严家？臭小迷，你倒是等等我呀！嘿嘿，今天咱们就自求多福吧。这边都是常规的关卡，看我掌握好节奏，一口气冲上去。哎呀，这跑酷也太简单了吧！不是我吹，闭着眼睛都能过去。咦，我看你还是别吹牛啦。刚刚那是意外。糟糕，岩浆已经上升了。这边看我接着吃上烤鸡，按部就班的跳过去。这里千万不能再嘚瑟了，要是掉下去被红烧了，那就尴尬了。完了，我怎么还掉下去了？臭小迷，你真是一个乌鸦嘴。你自己技术菜怨我喽，嘿嘿，一会儿还是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逃出升天的吧。小兔子，要不要我倒着跳等你一会儿呀？哼，别嚣张，等一下看我怎么分分钟超你车的。咦，就凭你，今天你要是能超过我，我就当场把这些岩浆都给喝了。这边我不仅可以正着走，而且还能横着走。怎么样，这跑步技术我就问问还有谁。臭小迷，你快看，你的鞋带开了。去，一边去，少在这边转移我的注意力。哎呀，小兔子，你怎么又掉下去了？我这是为了节目效果。你可拉倒吧，这岩浆越到后面上升的速度越快，我看一会儿你就安心的在下面泡岩浆澡吧。算了，为了不欺负你，这次我就倒着往上跳吧。要是你再追不上我，就承认自己技术菜吧。哼，别得意，俗话说得好，只要肯坚持，铁杵磨成针。是吗？那一会儿就走着瞧喽。看到没，这横着跳的技术简直行云如流水啊。糟糕，怎么还一不小心掉下去了？嘿嘿，这就是嚣张的后果。完了完了，这岩浆上升的速度也太快了吧。哎呀，兔妹妹，这么简单你都跑不上来，我看下次就别玩跑酷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倒着跑到终点吧。哼，就你那打脸技术，今天要是能上来我就……你就什么？我就夸你厉害呗。嘿嘿，没办法，无敌就是这么的空虚且寂寞，星星都是我的喽。